票是新的。好，这是我，这是里面还有红包，这个已经用过，我已经用过，我用过好多次了。你大家看到上面闪闪的一点一点都是骷髅，这是他的骷髅哦。好酷，骷髅头哦，都是骷髅头，好看的，很贵，他们家东西很贵，这个也是，我喜欢这个，也是在3万港币，对，3万多港币。也是送过年的时候啊，因为要发红包嘛，我就拿这个包包，里面都是红包，里面还有红包没有发完的。哦，谢谢。知道吗？绑他的纸。哦，那个纸汗，因为发到流汗。流汗。好好看啊！他怎么这么送啊？这个送我 OK。好，还有，哎，没有哈，就这样子的。那这个啊，是我大概已经15年了哦。包中包，我要跟大家介绍的，我目前现在最疯的就是这个包中包，这很好用。包中包好，你看哈，你看这样哈，这有隔起来嘛，那你这里面每一格都有隔起来，你可以放很多哦，零钱包啊，隔的哈啊，钱包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那个礼券呐，哎。止汗的腋下喷，好需要，看不出来，只能放那么多。卫生筷那个餐具哈，哇，它油量很大，油量很大哎。这个什么？你们猜？猜对了，这个包送你们。指挥棒啊！你拿个指挥棒干嘛？验钞饼。钞饼。没错，中间两位同学没有机会了。手电筒，手电筒啊，手电筒。手电筒。手电筒。验钞饼。不好意思啦，本来是连里面这个包都送了。那你先试一下，不求人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好可爱啊！所以现在是因为我们常晒太阳哦，就哦不要就因为会而且很舒服，你自己说，这个超舒服。第一次看到人戴这个出门，舒不舒服？也蛮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袋中袋的，可以买那个《女人我最大》杂志。哎，如果你们在架上有看到啊，赶快抢哦，因为好多地方都卖完了。这个包包已经跟我10几年了，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个刮擦微笑纹啊，这个微笑纹哈。就是因为这个 locker 它会一直在那边磨来磨去，但是你不要弄，就不要管它，就是包包就是要越烂越好，对，越好看。就这样，我帮你保管，我没有，不求人要还他，不拍背呢。好，这个是已经15年了，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大概18万，现在15年前17万多啦。现在呢，就是我前天呢去拿了一个，他们说最新的，我就去拿了。哇，3185。3185。牛皮，牛皮就是它最便宜的，现在是最就是这种包是这个皮是最便宜，最低点。大家喜不喜欢闻新车的味道？有没有有那种新车的味道？哎呦，反正你又闻到了。请闻请有味，真的也是车上提的，真的，不要，你看那个新的那种皮衣的那种皮革味，有没有？那我看到这个也是它最便宜的，现在是最就是这种包是这个皮是最便宜的，最低点款，基本款。真的？哎，你喜欢赛色哦？对呀，你选这个明明跟我颜色一样。它是今年这个品牌今年再提一次，真的不一样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品牌今年，哦，今年最新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，好看。而且大家喜不喜欢闻新车的味道？有没有有那种新车的味道？哎呦，反正你又闻到了。请闻请。有味，真的也是车上提的，真的好味。不用，你看车闻的那个味道，新的那种皮的那种皮革味，有没有？好好看哦，这个颜色。而且很奇怪哦。你在当呕吐袋吗，孩子？它好香哦。它一样，今年的那个皮比较轻。哎，闻一下15年。为什么？没有，15年没有味道。嗯，没有味道。都流好汗。漂亮的颜色。好好看，不一样哈。它有点荧光的色素感觉在里面。两个颜色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不要看我的袜子。哎，哦，这样一定都会看。这个就是感觉比较漂亮，新潮一点。新潮，而且它就是传统。霓虹的感觉。哦，好，还是新年的颜色。超好看的。对不对？而且呢。妈妈就会讲说，这
两个一样啊，不一样，像这样比下来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对所以这一定要买的、啊，真的不一样啊！而且你看，才十几年呢、欸，差十几万呢、欸。今年他一定要买的、啊，老师，我们这样有浪费钱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对不对？像铂金包是最值得的。你现在赶快转手35万就可以卖掉了。不值得，我的包从来没有卖的，我的包有送过人，但没有卖过。那赶快跟新人。对啊，新人姐，我每天晚上都还做这样，我才有啊，你只看。东西都在转，还有这种包包哦，就是你要拿要把它这样拼到最就是最深，不要因为它现在已经都会皱的有一点皱皱的这样，不要把它用的很挺。嗯，然后很多人不会用这种包，都是把它扣的，就是紧紧的扣的这样。嗯，这样很怂，没有人这样拿。所以到底老师会建议我们是要买35、40还是30？看你个子。对啊，看个子。我应该是30，你应该30。30啊。这样扣得紧紧的，你电话响了，等你要拿的时候也挂了。是要这样拿，然后呢，你就把他的那个哦包装包放在里面。这是我的化妆包，很可爱啊。这是我们家的狗，很可爱啊。哦，放在里面。这里还有这些商人放在里面，然后呢，我啊就是会有手机嘛，嗯、会放在它的这个夹层这样，然后会有一个手机吊饰放到外面，结果手机就、哦、我就这样拿着，然后有人从我的后面绳子拿起来就把我手机干走，这样、啊，所以啊，这样子是很容易那个被抢的东西，对，那你就要把那个丝巾啊铺在最上面，对，这样防扒手。哦，因为他就没有太多时间在那边捞，捞就被发现。对，那这个可以挂这个吗？这样两个会不会感觉太冲突了吧？太多了，这样可以吗，老师？就是颜色太抢了，觉得有一点冲突了。那如果这样呢？我手机太好了，感觉有那个保育类动物。好，所以这就不用买。对对对，黑的时候就要用嘛。它对比会比较漂亮。但这个包上面绑一个丝巾，真的好美哦。可是我看过人家为什么那个手把要一直绑丝巾，绑丝巾绑缠住。绑手汗，因为那个手汗会把那个把手磨损弄旧。对，尤其是浅色的。哦，所以其实是在保护包包。是哦。对，这是浅色的。白色的。对，白色、米色或银色那种的包包，他们都会把。哦，难怪我有个白色的，就是都还很白，然后只有这个手把的地方会黄掉。黄掉。对，就用像网球拍的那个缠法把它缠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那个没有办法投资这种经典包，但是呢，从名牌或者是呢年轻品牌潮牌的如何下手，然后流行的这个趋势，我们请两位老师为我们。那我这边先来介绍比较年轻的啊，今天最流行，其实日本大家会觉得日本女孩子好像都很甜美，所以一定要带那种很 bling bling 的东西，其实不见得。比方说，大家可以看哦，今年比较流行那种机车包的新色有没有？都是现在日本女孩子最喜欢的。对，其实它就是真的有点樱桃红或番茄红。像这种机车包以外呢，比方说这个 YSL 的这种 Y 字包，有点铆钉拼接的感觉，跟皮革的拼接比较酷帅的。那另外像 YSL 其他的，像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啊，林赛罗韩啊，或者一些日本的名模都喜欢的这种比较酷帅基本款的。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日本的女孩子在戴的时候，她可能穿着很甜美，但她只要戴一个比较酷帅的包，尤其是她在春夏刚开始早春的时候，虽然你颜色越来越缤纷，可是你看，哎，真的耶，老师，你看我在说的过程里面，对不对？有，就是刚才在这个名人榜里面有出现过的，这个就叫做 luggage， 这两个都是行李。就是感觉上好，就什么东西都能装进去。它用了7颗不同的水晶拼接在一起，所以上面有79颗的水晶。有没有？你看，像摄影一照，哇塞，不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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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